寒风地灭。大家好，我盾师，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千万别买。这期内容爆炸，所以简单介绍一下游戏情况，外加例行声明后，便会火速进入正题。《盗云传：云汉腾龙》个人通关时长18.3个小时，成就获得62/63，不能全成就吞掉是毫不遗憾。真正刺痛到我的是，为了这破逼游戏，我浪费了大量的私人时间，还消耗了一天珍贵的年假。另外，如果你是纯粹的 IP 情怀党，现在就可以关闭本视频了。为情怀买单，个人十分认同啊，因为我也经常会为了童年记忆而毫不犹豫地掏出钱包。只是本期主要针对有情怀但不多，以及关心且仅关心游戏质量的观众，就不糟蹋诸位老玩家的时间了。本期还骂了中等高素质用户，烦请避让。视频也涉及一定剧透，不过这点我倒希望大家别介意，因为那点东西真心毫无意义。好了，废话到此为止，让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。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，我很喜欢按照优缺点的逻辑来梳理游戏，但面对新赵云传，我在想换个形式，以优化、画面、战斗等层面作为切入点，让各位能够全方位的感受到本作的魅力。首先是优化，新赵云传优化共分为3个阶段，初期游戏的帧数表现堪称完美。对，没错，即便我后面要狠狠的批评它，可我仍旧要承认，本作开篇的头两张配得上四画二字，4080移动端显卡性能约在桌面4070和4070Ti之间，开启 2K 高画质，150帧随便跑，不卡不顿。进入中期即加入公孙瓒阵营后，帧数逐渐不稳定，小问题频发，然而依旧在个人能够接受的大范围内。待到后期帧数彻底疯狂，我把设置选项调至中等，甚至降到低画质。敌人一旦聚拢过来 ，PPT 大戏就无限循环。它优化差到什么程度？这么讲吧，路边打几头野狼会卡。不是，咱就讲道理，你为什么打狼也卡呀？我操，屏幕里都没人了，系统都只给我30帧运行，他妈的活见鬼了！别着急，我会连着画面一起给出评价啊。本作的画质情况一眼便知，有人讲是页游水平，单就视觉体验而言，还真就如此。赵云传云汉腾龙要是直接投身页游市场，我的宽容度将直线上升。悄悄说一句啊，现在的页游其实也早已不是无家阿蒙了。换个角度来谈，我异常理解设计者的思路，希望借助汹涌而来的人海，借助视觉刺激，给赵云传提供一骑当千的无双快感。可惜由于技术实力的先天不足，优化一坨答辩，画面梦回史前文明，没有金刚钻咱别揽这瓷器活行不行？直播的时候有人问了我自认为很尖锐的问题啊，制作组没钱所以才搞成这样，质问我为什么还要苛责他们。说句冷血的话，他们有钱没钱关我屁事儿！我他妈就一臭打游戏的，你还让我管设计者的吃喝拉撒是不是？我只关心作品好不好，白天里生活和工作已经给我干得遍体鳞伤，晚上好不容易挤出点时间玩游戏还碰上这么个玩意儿，制作组不容易，我就很容易吗？其他玩家活得就轻松了，要不然游戏里放个二维码开个水滴筹算了。这就好比什么呢，你说菜不好吃，厨师拿着菜刀骂，难道没有味觉就不能炒菜吗？道路上出了事故，受到指责的驾驶员仰天长叹，天地不仁，我瞎子开车爱到你们了。按这个说法，以后游戏尤其是国产游戏的好坏咱就直接抛开质量不谈，全员比惨好不好？前一个说队伍里为了做好游戏员工加班累倒了好几个，褒贬不一，后一个聊为了游戏亲人去世了都不肯回家奔丧，多半好评，再下一个跳出来直接献祭父母，特别好评。哎，最后这个带劲啊，别人灭九族他自诛十族，神作好评如潮。有病啊！扯远了，回到正题啊，画面和优化之后我们再来审视新赵云传的动作表现。如果说前两者已经是妥妥的下等马第三梯队，那本作的动作系统堪称始终是答辩中的答辩。按照游戏默认的选项来游玩，招式压根就不连贯，关闭了屏幕震动后观感略有好转，结果过了一会儿还是翻来覆去的感觉不对劲。哎，怎么打人他就没快感呢？脑海里满是问号，最后研究来研究去终于发现本作的打击感设计出了很大的问题，击中反馈和被击中反馈不足，用不足来形容都算是颇为高情商的说法了，其他细节也压根就没怎么打磨，打击感几乎全靠音效死撑，都这般寒酸了，音效还不肯多采集一些。敌方单位被击中了，只会按照固定的行动模组操作，脖子往后一仰，就算是受伤了，然后咿呀的嘶吼，最后躺倒在地上装尸体收工走人。横店的群演都比咱这边敬业，什么美感，什么真实度，全是天方夜谭，口说无凭，放到原片给大家感受一下。饿你妈！饿！大美国！不知道还以为新赵云传跟饿了么激情联动呢，你也配？您说瞎喊就算了吧，可恶的是有些人啃好一嗓子，有些人连叫都不愿意叫，我敲一木头他还咚一声呢。至于打出暴击跟普通伤害相比，敌方单位的反应会不会有所不同？哥们儿想多了啊，真想多了。这题至于制作组而言已经大幅超纲了。与此同时，本作的 BOSS 打到堪称灾难，太怀念了，我好久都没用灾难这个词儿了。寒风地灭。
早先游玩 demo 的时候，我就察觉到，在新赵云传中 ，boss 全员霸体，纵然你使出吃奶的力气往人身上招呼，对方依旧岿然不动，而且他们是按照固定节奏出招的，连顺序几乎都是卡死的。变招？什么叫变招？打完两三个技能之后，爷必须休息，懂不懂劳动法？我承认格挡确实很有用，精确格挡后，敌人大概率破防，甚至将陷入短暂昏迷的状态，但受限于飘忽的判定、垃圾的手感以及失败后的巨大惩罚，格挡完全不如瞬移躲闪来的高效，加之游戏对吃药回血毫无限制，多方综合下来，打 boss 就变成了互相扔一堆技能，然后跑开喝血等 CD， 接着再去扔技能，又跑开喝血等 CD 的轮回，甚至大家都形成了一种默契，只要玩家走远 ，boss 追都不会追，你回你的血，我摸我的鱼，就这样，别说文丑、张和、公孙瓒之流了，吕布来了我也能一人单挑。远在美国的五星评论员麦克阿瑟评价道：“要不是血瓶数量有上限，远在2000年前的赵云早就踏平世界了。”大型纪录片《华佗传之我不是药神》正持续为您播出。您觉得这样玩有意思吗？更可恶的是，彼时我写赵云传前传的时候，就有人在那里言之凿凿，我们赵云传的战斗不是关键，打击感也不重要，暗黑不也没打击感吗？照样卖得多。哎呦我的妈妈咪呀！还好我没有心脏病，不然当场就不该了。暗黑的事咱先抛开不谈，您这游戏至少一半时间都在跟人 battle， 50%我可能都说少了。您转头跟我说战斗不重要，对对对，优化不重要，画面不重要，现在战斗也不重要了，反正哪里不行哪里就不重要呗，半壁江山都没了，还搁这自我安慰呢？那什么重要呢？是被某些人吹嘘成国产游戏天花板的配音环节吗？私以为虽然年代久远，但总有人会记得一款叫做《傲世三国》的游戏吧。有兴趣的话，去听听那来自23年前的声音吧。诚然能在国产游戏中做到主线全程语音覆盖，绝对值得玩家为其点赞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有个事儿忘说了，这游戏没支线啊，没支线，全是主线。但具体质量，个人实在不敢恭维。您刘备被人曹操追着满街乱跑，赵不保夕连老牌子都丢了，还在那里四平八稳。本作在语音表现上还经常会出现音量忽大忽小，以及他人说话似乎来自其他空间的情况，足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，有且唯有夏侯兰丧气那一段的爆发。有一说一，要不是演职员表打出了配音演员的名字，我还误以为该环节是 AI 完成的。彼时我就在想，现在的人工智能好厉害哟。至于文本，我不想咬文嚼字，我们从根源上去挖，文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？帮助剧情呈现吧。然而新赵云传的剧本又臭又长，按理说故事的核心理应放在赵云这个人物的塑造上，结果呢，几个女配倒还算出彩，反观我们的主角遇事就忠肝义胆，大谈天下苍生，面对妹子的追求，谁来都是再见后会有期，内心都不带波动的。我眼前没有站着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只看到一个按照固定程序运行的机器。我个人推荐你好好品鉴一下白蛇夫人那节的故事，都已经到了完全不讲逻辑的地步。说赵云是机器人似乎有失偏颇，严格来说他其实是一个爱通马桶的机器人。前期我在杀山贼，中期我在杀山贼，都到尾声了还叫我去诛山贼，赵将军快点来吧，村口马桶又堵了。您猜猜哪个游戏会给你安排放置3处伏兵，安抚4方百姓，点燃6座房屋，在8个草垛下放置燃烧物？您猜系统在安排任务的时候会不会让你从最南走到最北，从东头走到西头，永远走最长的路，永远绕最大的圈，还他妈要往返好几回？多说一嘴，这游戏的加载一样逆天，干啥都要加载，连进个小屋子小帐篷都必须读团。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啊，速通马桶外加无限黑屏，我似乎想起了一款二字游戏，还有一个名字是两个字，叫什么德的故人。还剩装备和天赋没谈，抓紧点时间，因为咱们后面还有内容呢，这期你们可来着了。游戏的装备和技能不存在任何联动，所有的一切全靠数值碾压，什么特殊加成，什么套装效果，什么流派 BD 皆是浮云，说人话就是没有，哪个装备上写的数字大您就用哪个就完了，这游戏压根就没东西。我真的无法理解，在暗黑二诞生了24年，并且其套路早已被国有厂商们吃干挖净，乃至是另辟蹊径做成各种单机和网游的，今天竟然还会在新赵云传中再度见识到堪比上世纪的武器系统。我必须再重复一遍，实属三生有幸，八倍积德。看眼进度条，事情不简单。有鉴于赵云传的缺点太多太多太多，咱来个毛病串烧好不好？2024年的游戏没有纸娃娃，上了 Steam 没有云存档，给了八卦炉，也就是所谓的合成，竟然忘记给新手教程了，愣是上演了官方跑到贴吧送合成表，被底下玩家喷的搞笑事件。好巧不巧，还被我碰上了，碰上也就算了，还被我录了屏。小兵集体抽筋，上演鬼畜大戏 ，BOSS 打着打着就不动了，悄悄问一句：这难道就是传说中攻击音高的怜悯吗？音乐音效会丢失，我这马横空越落地声音时而有时而没有，您就说我真是有马还是无马呀？连技能特效都屡屡丢失，放了技能有伤害没显示，系统还吞了我新买的马，游戏闪退后再上，结果马没了，碰撞体积原地摆烂，赵云都被塞进老虎屁股里了。此外，原来托孤阿斗的糜夫人是被赵云的马一脚蹬进水井里的。另外，这马竟然还兼具防火功能，初见公孙越，我人在南，他朝着西边的空气一顿猛撩，你眼睛是落家里了吗？走着走着就开始操墙，难怪赵云没要公孙越，视力不行就算了，脑子他妈还得有问题，手柄交互稀烂，指针乱跑， UI 逻辑一塌糊涂，人物建模屡屡丢失， boss
boss 房间不设保护，外面弓箭手射的那叫一个欢，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 bug 层出不穷。没钱是吧？诚意总要有一点吧。咱就拿那个老虎来讨论，作为新赵云传的第一个 boss， 也就是游戏第一章前面的内容，为什么还会出现如此明显的体积球缺陷？掏心窝子讲，我无法理解啊。视频已经尾声，咱们最后聊聊价格的事儿。这游戏卖76，首周打9折，现价68.4块。单从数字的角度来分析，贵吗？不贵，它还真就不贵。但我的个人观点是，游戏的素质只要高，别说70，它定价700我都下得了手。这不是口嗨，我很多游戏都买的主机，尤其是 PS 平台，不少还是豪华版。700至于托尼老师而言，又能怎么样呢？可你要是游戏质量不行，连诚意都少之又少，70，哼，7块7毛老都嫌糟蹋钱。什么狗屁物有所值，什么他妈的赵云传云汉腾龙，有多远他妈给我滚多远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，我托老师，我们下期再见。